清木神仙也不是恁爸爸，我哪会讲这条相片藏在全家福啊？哎呦，我到什么时阵，我才会当阁听你叫我一声敬回？妈，出事以后，尤其是清木神仙的代志，竟然拢袂记了了。莫变强啦，像我代志莫想起来哦，前途较好啦。我知影，因为伫生命中重要的代志，我是绝对袂放袂记。三立台湾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。